说啊，认你的谁啊？不是小姨疼。什么小姨啊，在公司叫领导。不是领导，你先把手机给我吧。给不了，不说就不给。这我朋友嘛。你朋友，你朋友2万2万给你转啊，是不是什么交易啊你们俩？哎，我能有啥交易，就真是我朋友，我管他借点钱吗？我是你前女友。不是，我和我前女友早就不联系了。不是最好。领导，你先把手机给我吧。你没钱为什么不找我呀？我，哎，我觉得你帮我挺多的了，领导，我不想再麻烦你了。你这理由找的可真好，然后你就麻烦别的女的是吧？我找他就是借钱啊，我们就是单纯朋友关系。不用给我解释啊。那你这不生气了吗？我不跟你解释，你再给我穿小鞋呢？你想的居然是这个？那不然呢？我想的是为什么你没钱不第一时间找我呢？那我也不能什么事儿都找你啊，我不想让他们传闲话。哎，真。领导，我没事，我待会儿。啊？这啥呀？你不是需要钱吗？这里有8万，听着。啊？不是，领导，你刚才是取钱去了吗？那不然呢？把你朋友钱还给人家，用这个啊。谢谢领导。跟我客气干什么？不过再说吧。这够了。什么？啊？以后遇到困难了，能不能跟我说，别给人扛着了？不是我挺不好意思的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这点忙我还是能帮得上的。领导，我……哎呀，没事儿，以后路还长着呢。这什么啊？没事，喝，吃饭你的，吃火锅去。哎，走。